喂，大家好，还那个欢迎大伙儿继续收看这一期这个呆呆 BMP， 给大伙儿带来的这期坦克解说。这一期呢还是这个鞋子，对吧？然后又是进了一个七级方，是吧？但是唯一跟咱不利的是啥呀？就是这个猫子呀，他是针对我的，你知道吧？因为咱大伙儿都知道嘛 ，TD 嘛，就自行反坦克炮，它是比较适合打这个防守战的，是吧？他猫子知道我这种车呀，适合打防守战。所以特意把我分在了这攻防模式嘛，进攻边，就是我必须得进攻，我不能防守。我不攻，我们这就得输，对吧？这是毛子特意准备的，是吧？没有任何办法了，对吧？他都逼着你一个 TD 进攻去，对吧？你不攻都得输，你这玩意儿你咋整，对吧？没有任何办法，是吧？那咱们中开局也先占一个高点，是吧？一会儿准备啊，还是说在那个让战友在前面啊，给咱们点个亮啊，替咱们扛个炮啊。然后呢咱们好在后边吃个肉啊，大概我是这么想的，对吧？我是这么想的，所以我上去都爬到这个小高台这个位置，是吧？我说有没有这个都是这个过路费啥的乱七八糟的这个东西可以收一下。这时候呢前面亮了一个1375，对吧？1375速度比较快，所以你提前亮得多算点，你知道吗？但是实际上还是不好打，你知道实际上还是不好打，钢力炮还是打中了，其实也不赖，是吧？那这炮都没中，对吧？你打这种目标，实际上以他这个弹速来讲，再加这个距离来讲，实际上这个中的概率不高。另外，你看这炮都显示还打中了，对吧？加上这炮啊，这个是蒙的，我都大概去预判了一个位置，让胖鸡都打一炮，叫中了，对吧？你这都你上哪说理去？你说有些事儿他没理可讲，你说这1375还说呢，说他妈一绝对他妈逼是挂，我操你妈肯定自瞄，对吧？你这只要那指纹咋骂我呢，是吧？这没有任何办法，是吧？没有任何办法。那这个位置啊，这个位置你不仅可以打到1375那边，你还能打到他们家城里有一些敢冒头的一些重坦上的那个点，对吧？当然这时候暂时啊也没有敌人给咱们，不是没有队友啊给咱们提供视野，那觉得咱们的决定啊往前走走，咱别在刚那高台站上，咱们往前走，是吧？那个站到下一个高台，是吧？瞅瞅有没有啥肉吃，对吧？但还是说啥呀，跟队友啊保持那么一个100多米的距离吧，是吧？这样的话呢，敌人发现，不是队友发现敌人之后啊，咱是能打得着的。另外呢，咱们因为在队友后边嘛，这还有很多草树嘛，也有可能咱们打完之后还属于白嫖，又是营地，又开始营地，对吧？这也是可以的，对吧？这也是可以，这多种方案嘛，多种方案嘛。你看这个咱家队友斯柯达T25他们都已经冲到那儿了。结果也没点亮敌人，那证明他们这条线应该是已经没人，是吧？应该是没人，是吧？结果冲到这儿了，他妈突然亮一个，哇操！你这个阴的多深嘛，对吧？对面的那个都是这法国这个 AM-X46，是吧？那个他妈绝对也是个阴地，你知道那家绝对也是个阴，也是阴着呢，阴多长时间了吧？到现在都妈刚亮，你妈咱们家那个斯柯达都起脸了才把它亮了，是吧？你看这个时候，我跟46，我俩中间隔着一棵树，被压倒的树。所以我这还是属于草后开炮，然后呢还是奔亮，对吧？还奔亮，对吧？又白嫖了一炮输出，是吧？你这时候的输出都已经快来到800，对吧？另外呢，第一军呢，在从 F 到 K 都是他们下路已经是没人了，对吧？所以他们所有的人，第一军啊，所有的人不是在城里，都是在那个 A 到 D 那个位置，那个得大坑里边，是吧？应该都这几个位置了，对吧？在这儿呢，我打算再守，就守了半天呢，也是说咋说呢，都守了一个寂寞，守了一个寂寞，对吧？那这个时候，这个一会儿我又打算呢，这个转移一下，换一个炮位，因为这个炮位没肉吃，对吧？我转移炮位啊，有时候啊也是为了啥，主要不为别的，都是为吃肉。你关键你都是想吃肉，明白吧？哪能吃着肉，你都在哪待着都对了，你明白吧？你 TD 啊，这个角色都定位的非常好 ，TD 的定位角色的自行反坦克炮。啥自行反坦克炮、自行反坦克炮都是火力输出单位，说白了都是吃肉单位，你明白吗？不负责扛线，你懂啥意思不？不负责带节奏，你明白吗？只负责吃肉，你懂吗？你这设多好，你说这设计的多好，对吧？咱这是名正言顺的在后边吃肉，对吧？你这还不用说呀，在后边蹲坑被队友骂，你要开个中堂在后边蹲坑，还老是被队友骂，对吧？不让前面扛，不让前面送，对吧？你这咱无所谓，对吧？咱都在后边蹲一局也不会有人骂的，你明白？因为我是一名。营地，对吧？你这都没喂、哎，这都合理合法的在后蹲，你明白吗？这都是特别的好，这个设计我认为啊特别的好，对吧？你看这个时候呢，刚在那个位置守半天守不着人，所以大家要决定啊，来这个位置是吧？来守一下，因为咱们前面那个看小地图啊，
城边子那儿有一个叫什么3002咪，他在那个位置待着，那个位置待着呀，有可能敌人的一个重躺们呢，有可能对他有一个想枪吃之念头，是吧？但一旦起了想枪吃咱们家3002咪的念头之后呢，我都可以支援着了，而且我是这个位置是能打着这个路口的，这个路口来人都能打着。你看这时候来了，来了一个操死44，他过来了，是吧？这操死44啊，咱们跟咱们有400多米的距离，因为咱隐蔽比较高嘛，另外400多米已经快到视野极限了，是吧？咱还是打他，而奔亮，对吧？这个操死44那大炮塔转着在找，那哪打的？那他在这个很痛苦，是吧？很痛苦，这他这个想往后倒车，好像想把根保住，但是还没来得及缩回去呢，是吧？都被打死了，是吧？但这时候还有一个茫然不知咋回事的一个大 KB， 是吧？这大 KB 也被我打一炮，又醒过闷来了，开始往后倒车，对吧？往后倒车，但是咱们这射速啊，还是凑合的，对吧？还能再多持续输出在一阵，是吧？其实这个时候啊，他这个履带断了，断了是非常好的事，我打算再打一炮，结果人家他也感觉到了有一股杀意，对吧？立刻把履带光速修带，然后立刻倒车，对吧？你这挺尖啊，小伙挺尖，对吧？你看这个位置他都锁进去了 ，KV 三那好像是刚才从那个皮里露出一点小头，说让我给打磨了一下，打磨了一下他一难受，他又呲又缩皮里去了，这都完全没辙了，又打不着了，对吧？那咱们又得是还是得接着转移阵地，还是得接着转移阵地，是吧？另外你看啊，现在这个对面 A43 正在狂操咱家的火炮，这时候代表啥啊，对吧？咱们家的外线已经彻底崩了，对吧？我在这儿待着呀，那我还能守着对面啊，有一些中堂啊从外线过来的，是吧？这个位置也是因为我炮对地儿嘛，那我还能点亮，对吧？这时候这T29这个位置咱也是能打着的，但是这样打的话是有可能亮的，但是咱往后退一点，把这个虚草啊退成实草，草后15米都可以做到营地，那都可以做到营地了，又开始营地了，你这又还是不亮，不亮完了，你看这样的开炮，你看的这个草是个虚草，你往后退一点，这是实草，实草的隐蔽性都好了，你知道它都比你在虚草里边打呀是要强的，明白吧？你看这时候这个T29死了，咱又没肉吃了，但是这时候啊，呆呆啊。没有，都光想着转移了，没注意到这儿来个40TP。实际上，这个40TP咱是能打着的，你知道吗？刚才那个位置，这是我的一个失误啊。如果刚才我在这就地加炮的话，我还可以再打两下40TP，对吧？哎，可惜了，最起码少吃两口，那少吃两口，对吧？没有任何办法了，没有任何办法了。但这个时候啊，对面活着的还有一个地狱猫，还有一个 S3 KV3 的位置咱是知道的，城里呢趴着呢。但是啊，这 A43 杀完咱家火炮之后，到现在也没亮过。他应该是从外线毛过来了，但是只是点不着。然后呢，这个地狱猫也是完全点不亮，也知道在哪儿。你看这时候 A43 亮了，把他收了，他杀了咱们家俩火炮。这意思，我认为这 A43 做的非常的对，杀俩火炖，他虽然是我的敌人，但是我想为他表示祝贺，因为他毕竟杀了火炮，火炮都该杀，对吧？我认为特别的好。这时候咱要打他一炮，对吧？这个是非常的快乐的一件事。但是这个 A43 呢，他也是一个比较尖的人，那立刻他妈缩掩体里去，又缩皮里去了。但这时候啊，呆呆的起了杀心了，因为已经打到了还剩2分钟都要结束了，如果2分钟之内我们再不把对面那仨都弄死，我们都输，对吧？因为我们进攻方，所以他虽然已经锁到了皮里，但是呢我打算呢拿钳子愣给夹出来然后弄死，对吧？我这想强干了，都已经有这个想法了，对吧？但是呢这个我在这位置都能把它卡亮完之后，咱们家皮子三那个队友把它收掉，对吧？但是这样的话呢，外线基本上应该是干净了。如果对面的地狱猫没来外线的话，那外线基本的，哎，对，他刚说完都来了，你这，哎呀，这时候咱们赶紧还是得选择支援一下战友。这个对面的地狱猫想强杀咱们家皮子三，但是强杀皮子三他会亮，咱支援一下。这地狱猫也不傻，他知道他在这待着，他又缩皮里去了，你这。哎，你这个中，但咱们最起码吃了一口，打磨了一下，没持续性打磨，对吧？那这时候呢，咱们家呢都剩一个我，还有苏100Y，但是好的好在我的血量都是满血，等那 KV3呢，跟那地狱猫啊都是残血，对吧？这个的话，你看咱们的血量是占很大优势的，我是满血，那个苏100Y应该也是满血，那血量高到残局的时候都有很大的优势，因为你打人家。
弄一炮带走，但他大你一炮带不走，你对吧？这个都是非常大的游戏，非常大的优势吧？那血条世界嘛，对吧？这时候大家又打算呢，都是冲进皮里拿钳子给夹出来，强行折磨，对吧？但是你这时候呢，半天也没看他 KV 三，哎，那边 KV 三干啥呢？哦 ，KV 三搁这蹲着拉屎，你看大屁股撅着，已经大屁股露出来了，搁那撅着。我说他这蹲着拉屎，我打算打他一下，是吧？结果这 KV 三感觉不对，他这正拉着呢，他好像那感觉菊花后边一凉，是吧？嗖的来都没擦哦，把裤子滴溜上都跑。你懂吗？你这个你说上哪说理去？又锁进去，这时候都强行的冲进了皮里，然后来打磨，对吧？然后呢，这敌军的全军覆没，对吧？那中，那这期视频呢，都给大伙带到这儿了，一会儿给大伙带来战机截图，感谢大伙的收看，再见。